내 이렇게 미나즈키도 가. 스키가 月亮. 哇，全自动灯塔哎，又是个永动机灯塔。好哦，不是小姐，你话不要讲一半。你刚刚说月亮怎么了？你讲清楚啊！为什么话只讲一半？要跟钢琴对上照面了吧？最后才会对上照面。月亮很美，我爱你。没有，他搞不好说，搞不好是要说月亮，你这个小王八蛋。哎呀，搞不好他是要骂月亮啊。跑跑跑！这角度是怎样？父亲总是躲在这里制造面具。我只记得他敲打面具的声音。父亲的背影，就是父亲的背影。还有他转过来的脸。顔が思い出せない，我想不起来他的脸。欸，他老爸刚刚也戴着面具，所以还是看不到他的脸。父亲敲打橘子的背影，哇，敲打橘子敲打得这么用力，都被打成橘子汁啦。小手，看了一下聊天室就又偷走我的道具，下流。中野的手机，小手上班了。我已经用尽了各种手段，抱歉，打造了一个成功的面具，完全没有任何缺失。但是为什么还是开花了呢？为什么归来营失败了？是因为容器吗？还是因为咒呢 ？Hello, good hunter. 谢谢追随的 so following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私もまだそいつと同じく無垢の火を生んでしまった。Welcome home, good hunter. Z25 16升级 LV 2的邪教新手店恭喜升级，非常感谢你的续订哦。我也跟中月一样，催生了无苦之日。せめてこの週末を我が目で見届けよう。それが自分自身への報いだ。至少我要亲眼见证到最后，这也是一种给我自己的报酬。原本以为树叶会永远徘徊在虚无之中，但是他醒了过来。他就像开在夜晚的花一样，又沉静又大朵。清醒来的树叶开始在岛上徘徊。看到树叶的人，每个人都开花了。有些人逃到海底，有些人躲到地下。我想很快他就会来到这里了。
至少去那个地方吧。为了打造月食假面，我在那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。那个地方很安静。刚刚应该是刘哥老爸的自白。老爸去了哪里了？要移动祭坛吗？好哦。如果我一直打死不移动祭坛的话，我们故事是不是永远都卡死在这个地方？那既然这个祭坛是一定要推动故事才能继续，为什么还要问我要不要推动这个祭坛呢？除非说推开这个祭坛就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斗才需要询问啊，但很显然是没有。这就是这个游戏奇怪的地方，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真红之蝶也是啊，之前有跟你们吐槽过，请问你真的要开门吗？然后就问你 yes or no， 然后如果你选择 no 的话，就门就没有打开，就很不方便。然后你选择了 yes， 门就打开了，就这样，完全不懂为什么。我只是顺口问问。这个叫做尊重，问一下比较有礼貌，真的很烦哎。那我要打开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他要问我，请问你真的要打开这个游戏了吗 ？Yes or no？ 那进入这个游戏之后，请问你要开始进行游戏了吗 ？Yes or no？ 每一个都要问 Yes or no。一定有淋浴，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而已。月はめで月が完全に欠けた時、君は月がなくなったとでも言うのかね？日本人讲礼仪，有必要连这个地方都要问吗？那剪日记的时候怎么不问我？请问你真的要剪日记吗 ？Yes or no？ 剪日记的时候他就不问呢、欸。请问你真的要走这一步吗？当月食造成月亮完全不见的时候，看见你看他。当月食造成月亮完全欠缺的时候。你还会说月亮不见了吗？请问你是在打哑谜吗？任何事都用请问。哇，桌上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关于月食假面。哇，好长哦。看一下，我记得这跟麻生博士有关系。中月他所打造的月食假面，在无苦之日之后，因为很不吉利，所以大家就把它烧成灰了。剩下就只有在守县堂地下的祠堂里面所刻的假面的范本。然后中野就在那个祠堂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然后磨练他打造面具的技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院长发现了一张照片。哦，是什么样的照片呢？从前有个小王八蛋叫做麻生邦彦博士，他来到了这座岛，然后在他所拍的照片之中就有了什么？居然有中月所打造的月食假面，又是你这个麻生邦彦博士害的？怎么每一代都是你害的？还是 找不到任何一代跟麻生邦彦代赛没有关系的故事？那就是中月所打造的月食假面。其他人或许不懂，但是我懂。
为什么已经失去的月氏假面会出现在照片中呢？我不知道。嗯，没有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用知道，你只要知道爱惜生命，远离麻生就对了。你就是因为太靠近麻生博士，所以才会为你们整座岛上人带来灾厄啊！麻生乱源，真的每一代他都是乱源。虽然这是一张有点扭曲的照片，但是如果想要传达中月他的极致，那个月食假面的厉害之处，那已经是非常足够了。我必须超越他的面具。好的，好的，戴上这个面具就可以不用当人了。哦，对啊，您跟亚美大佐舅舅，你们看，讲半天还是麻生邦彦。如果那时候麻生邦彦没有留下月食假面的照片，刘哥的老爸就不会打造月食假面啦，就不会走火入魔啦，大家就不会聚聚啦。真的耶，我觉得应该消灭那个乱源才对。应该搭乘时光机啊，搭乘时光机去那个麻生邦彦刚生下来的年代把他掐死。嘿，那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乱源。然后就没有这款游戏了，没关系，少了麻生邦彦这个乱源，我相信制作组还会再想出另外一个乱源。时光居，麻生不乱摸巫女小手，日上三就不会灭村。对啊，没有错，都是你在乱摸人家小手。跑吧跑，然后在龙月岛乱拍照，拍完照片之后又乱丢。安安哦，开花了，不能拍照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爱视力。会发生时光什么论？那个字我看不懂。会有人代替麻生博士闯祸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在岛上巡回的硕叶，他说：“大家都开花就好啦。”我刚迟疑了一下，嗯，我刚有迟疑吗？应该是刚刚在吞口水。麻生博士各种助手弟子追随，好像不止麻生博士哎、欸，里面任何一个人的弟子跟助手都很随。在岛上巡回的树叶三，制作组，你们是不是想到其他的名字了呢？所以开始用编号来代替了。他说：“持续的开花。”民俗学者，民俗炮灰学者，每一代民俗学者都是炮灰。但麻生博士不是炮灰，他是乱源。硕叶最后写真集，无限宽广的地下通道，哎，这医院没有那么大吧？但这地下通道超级宽广，但是到底是用了多少人力去建造这个地下通道？你们龙月岛到底有多少人啊？感觉应该只是一个不到100人的小岛啊。哎，有东西吗？哦，在那里。每个人都过劳死是不是？跟盖金字塔一样吗？跑跑跑！啊？是谁？又是老爸吗？
米豆林谢邪教三十回响，非常感谢你的续订，不是，非常感谢你的抖内。米豆林，嘿，安安哦，请问老爸你在干嘛的？抱歉，父女又吵架，还有又不小心暴打老爸一顿。我还是喝水好了，喝这个蜂蜜芦荟好像没什么帮助，我还是喝水。等我一下下哦。你们看得懂老爸是来干嘛的吧？我看不懂，一定是没有加珍珠哦。这一家，我喝的是鲜茶道啊。这一家他们之前珍珠我都蛮喜欢的啊，但是上次吃到的珍珠有点雷，所以我就没有吃珍珠了。Welcome home, good hunter。一定要配温开水加枇杷膏。猎人 A 七打败宇宙之女升爵 LV 三十二，恭喜升级番，感谢你三十二个月以来的支持哦，非常感谢。一定要配温开水加枇杷膏。对啊，最保护喉咙方式还是要温开水啦。哇，他就这样穿着小洋装，在这么阴暗的地下通道地上爬来爬去。红蝶天上姐妹是麻生后代。誰かに会いに行く昨夜。去找某人的朔夜。欸。刚刚我的双节棍的喇叭好像有发出雅叶子的笑声。因为他来得太突然，所以我来不及把双节棍的喇叭靠近麦克风。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，有戴耳机的人可能有听到。因为他出现的声音蛮短暂的，所以我刚刚也有点吓到，是雅叶子的笑声吧？在这个岛上会这样笑，好像只有雅叶子耶。等待破灭的中野，天仓姐妹父亲入赘天仓家之前姓麻生，怎么？难怪那么倒霉。终于知道那对姐妹为什么这么衰了。哇，麻生邦彦的灾厄祸及子子孙孙嘞。你来了。哦。所以刘哥老爸是在这里居居的 ,OK。刚刘哥老爸说你来了。好多面具，所以是麻生林跟麻生剪，难怪这么倒霉。看看这个精美的方块膝盖，中野的手记。嗯，明明快要结束了，但很不可思议，我觉得心情很平静。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超越中月的境界。但是却招来了无苦之日。现在想想，说不定我所打造的月食假面并没有失败。朔夜它开花了，而且还比
上一个无苦之日更加的盛大，更加的华丽。你是这样去形容开花的吗？这位大叔，这么恐怖的事情居然被你说是华丽。爸爸跟苏维斯奔没有了，他只是 在这边死掉而已。下一个月食之日，只要那个朔夜举行归来营，一定能够更加盛大的开花。我总觉得那个开花的脸就是中月他所追求的月食面具。朔夜大概也快来这里了，至少在那之前就让我静静的享受这份宁静吧。走向出口的朔夜，他说所有的回忆都融化了。这样写出自我安慰吗？好像在很多作品里面都会有人说，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，但想不到在最后一刻居然是这么的心情平静。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，不过既然在这边看实况的各位，包括我本人都是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，所以才能在这里，所以也不知道。爸爸，你做面具不是不要让大家开花吗？怎么目标反了？地下道超级长，超级无敌长，有点太长了。他其实这个通道不应该做这么长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跑步而已。而且这个游戏角色跑得超级慢的。那开门还是要有迟疑一下。每个人开门都在那迟疑个5秒。前往阅读冰的朔夜，他说有很多人都进来我体内了。他说的很多人呢，其实是很多的灵魂，因为它是一个容器。每一代的巫女都算是一种容器或是一种留言板。要承受很多人的痛苦或是很多人的思念。但是其他代的零系列的巫女大部分她的牺牲都是为了拯救大家，只有这一代不一样。这一代她不是为了要牺牲自己拯救大家，而是她的家人们为了拯救巫女而牺牲了岛上的所有人。为什么灵异碎片在那么高的地方？对啊，我一直很想问呢，怎么会把灵异碎片粘在那么高的地方？到底在想什么？不是发自内心当巫女，不是。我觉得或许是这样，所以月食的故事比较难让人有共鸣。我想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玩完之后想说，我刚刚到底玩了什么，我刚刚看了什么。
那更奇妙的是，大魔王不像大魔王，大魔王每次都在我讲话的时候下驴下手。真正的大魔王其实是一台钢琴。小姐，你的灵力体质看起来千年一遇哦，要不要来当到我们的巫女呢？签啦签啦！倒在海滩的人们，现在怎样？全世界都是我的伸展台吗？姿势会不会太会摆 ？pose 是否太美？灵力碎片是用什么粘在墙上？是口水吗？应该是麻生邦彦的口水吧。应该是麻生邦彦来岛上之后，随便乱撒日记，跟乱撒灵力碎片，还要乱撒口水，还要乱拍照。哇哦！群聚在鸟居的人们，好多手，嗖嗖嗖！原来这里是嗖嗖的故乡。拿了拿了拿了！为什么镜头看到跟拍出来照片的角度完全不一样？对啊，我刚刚有点吓到，这三张照片都是。对，乍看有点愣了一下。当巫女啦！这么棒的职业没有你不行啊！签了签了。原来是个 QB， 哎，为什么不让我剪？是不要问。灵力碎片，我灵力碎片已经多到用不完了。我蓝色灵异碎片有451片，有没有搞错？啊，把一口气用完好了。管他会不会用到，反正全部都升满，反正灵异碎片这么多。本网站说，这个阅读兵的周边地形啊，还有那个灯塔，还有阅读灯塔的那个，你们看那个灯塔，还有灯塔的形状跟周遭的地形，都是参照着日本舞岛列岛的大濑崎灯塔。日本网站是这样写的啊，你们可以去查查看。果然是有一个蓝本。想不到月食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永动机灯塔，对啊，这个洞窟通往着灯塔。哇，今天被我们赚到了。记得儒雅也有参考某个水上神社，他应该每一代的场景都应该都有参照真实的日本场地吧。这是离月亮最近的地方，树叶就在那里。晚安哦。终于要来面对烦死人的老爸了吗？等一下老爸会多泼 gank 哦。ルカルカナイトビーファー弾けるリズムに合わせて嫌なこと何もかも全部忘れて。主要是岩岛神社吗？走向门扉的月食的树叶，他说：“大家都合而为一了。你四八四也有看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呢。四八四想说大家都变成 LCL 了。橘子汁没有错，橘子汁或柳橙汁。”
欸，卡墙真的很烦耶。你又开花，撒悠那拉，撒悠那拉，好哦。一见面先来暴打一顿。对，写超厚的，他最后面这两个章节怪的写超级无敌厚，以前不会这样哎，前面不会这样，这两章怪写超厚的。有没有看过我暴打老爸？没有，我现在打一次给你看，凶，好凶。真的是不要惹穿的碎碎来鬼屋探险的女高中生吼。AS 四零三三五升级 LV 四的邪教终结猎人，恭喜升级，非常感谢你续订哦。曼卡坡晚安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登上灯塔，在登上灯塔这段过程中，老爸会一直来无限 gank， 会一直来 gank， 大概会 gank 三次吧，真的很烦。没办法无视他欸，这个是必打的，不打死他的话会没办法前进。欸，老爸好烦哦，没办法不打。对啊，因为总共要打三次啊，存档点又只有这里有，所以每打完他一次就要回来存档一次，要不然会被他烦死。这是我拉近跟女儿距离的最机会，你走开，就只是在那家暴女儿，除了家暴女儿之外你还要干嘛？一起来家暴咯。而且这边场地又蛮窄的，被女儿家暴。这下子，那个面具就真正的完成了。树叶的脸将成为月食假面。所有的人都会开花，你又在那边。
哇，老爸想在那边偷戴面具哎，你真的是很下流。めんどくさい。幸好那个面具没有很痛哎。不过保险起见，还是先吃一下药好了。才打5%的面具。还不如地址的一锤，真的耶，老爸，你到底是平常到底在干什么吃的？对啊，卡墙很烦哎。拜拜拜拜，老爸，等一下回再来两次。你又有话要讲？嗨嗨嗨！好，打完老爸一次，赶快先下去存档一下，因为等一下还要打他两次。对，要先存档，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存档点，上去没有存档点。一直跑来给女儿打，这老爸到底是多 M？ 对啊，口味这么重，真是不忍说。就说了尺寸不合，硬要叫我跟你戴同款面具。对啊，一直要把那个面具塞过来，真的是很讨厌，还不暴打他一顿。赶快先来爆买一通。我喝的水。哇，不是三次耶，我们总要打老爸四次，天啊，是有必要刷存在感刷成这个样子吗？还要再打他三次？哇，那连同刚刚的两次，今天总要打老爸六次耶，好夸张哦。家族革命，你又在那给我卡隐形墙？是说打老爸这么多次，这个戏份根本就比朔月还多了啊！不要说钢琴，连地位就跟回文珍差不多一样的老爸地位呢，戏份都比朔月还要高。凡人老爸依旧是凡人。你现在给我蓝色零零碎片也没用啊，还不如给我90或是零式底片。
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。似乎是没有。嗯，对啊，楼梯很长。老爸才是最终 boss， 没有没有，最终 boss 是钢琴。老爸只顶多算得上是钢琴的副手。这代小手钻不会损血，但是会把你的道具偷走。越往上面走，那个琴音就更靠近了，就没办法走。进不去，月食家暴假面。对，这一代是鬼手第一次出现的那一代，重要道具一定不会有鬼手。对啊，我之前，所以我之前说，小手你有种就把重要道具都摸走啊，让我们卡关啊，小手。反正老爸又来了。你又在那卡墙。孩子也好烦。可打到墙里面去，さよなら。你在那边喘什么喘？老爸一见面就被你暴打一顿，你好意思在那边喘？又在那边做效果。好，我们下去存档一下。女儿太猛，把老爸打进墙无法招架，又来暴打一顿。等一下还要再家暴掉老爸两三次。楼梯好长。不喘人家觉得我不孝，真的呢。牛哥的膝盖，这代是不是没有减少击退距离的镜头？应该是有，但是那个在海啸那边，海啸跟牛哥的特殊镜头不太一样。到底是女人需要打113还是老爸？没办法，因为只有一个存档点。万一等一下打老爸的时候不小心发生意外怎么办？要再重打。这走楼梯的声音听着听着有点不安，真的吗？不怕不怕，好不好？有千生在，不怕不怕。我们家食人巨猫在睡觉，但它刚刚脚突然抽动了一下，是怎样？是梦到在家暴妈妈吗？
这是一款穿着高跟鞋伤害膝盖的游戏。真的耶，这膝盖也太伤了吧！哇，真的耶，他就这样穿着高跟鞋跑了这么远的距离，然后还走这么陡的楼梯。一兔小碎步，不怕不怕，让我们继续讨论谁的火锅。看一下我还有什么底片，13张61、26张90、12张04。等一下61应该可以用在老爸身上。90跟04再拿来对付树叶，虽然我觉得树叶根本就用不到那么多张底片，这样子应该很痛。我觉得刘哥现在应该脚趾跟脚的两边，脚的侧边那个要叫什么？脚的侧边还有脚踝应该都痛到不行吧，脚踝应该已经被磨到流血了。下来了又要上去了，对啊，怎么不给我电梯啊？天啊，惨无人道的灯塔。最惨无人道的部分是要一步一步的跑上这么高阶都没有电梯。家附近有一家超好吃的石头火锅，又在炫耀。石头火锅我好像没有吃过哎。我知道公馆有一家很有名的石头火锅，好像叫石头公，还是石头什么的样子，我没有吃过啊。石头火锅跟一般的火锅的差别在哪里？石头好吃，所以好吃的部分是石头吗？惨无人道是半夜有人听到火锅，存档的灯能不能抱着上塔？对啊，石头火锅是先炒肉再煮吗？哦，感觉很好吃哎，听起来就超好吃。他都叫石头火锅，吃的当然是石头啊。这个灯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老是断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？北投女巫作者有新作，什么？居然有了，那个蛮好看的。这里好像有个东西。我记得这个浮游林在一个蛮奇怪的地方。又来了，老爸你真的很烦呢。
你居然被打到墙里面去，下流！拜拜拜拜，老爸，唔通搁再来哦。你又有手记了，你写了好多手记，真忍住。在失去所有之后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步上了中岳的后尘，我看到了跟中岳一样的东西，跟他有着同样的想法，跟他有着同样的行为，我变成了中岳。我要给你东西，你知道我怎么给你？你要给我东西之前，你要先问人家要不要啊，老爸。啊，人家就是不想要那个面具啊，硬塞过来。下一次的归来营已经开花的树叶，应该会用他的脸，用他的那张脸当作面具，开花开得更加的盛大。但是，想要镇压已经开花的树叶，也只能再度举行归来营。根据传说，已经开花、已经引发、已经在无苦之日当中开花的容器呢，为了封印它，必须再举行归来营。有点像是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引发如果要封印这个灾难的话，就要再举行一次当初引发灾难的仪式。このような意味かはわからないが、確かに死者の魂を打ち切り入れた時と同じ状況になれば、器の魂も戻るかもしれない。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的确，只要营造出一个状况，让这个状况跟容器接收死者灵魂的时候一样的状况，或许容器的灵魂就又回到容器本身，真的是很难解释。但是归来营还缺乏着什么？アダプト魂を沈めるなにか。魂に響き安らぎを与える何かが，一种可以镇魂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个月之音啊，黑色面具的碎片。哦，变成一张月石面具了，这就是月石面具。好的，我们又暴打老爸一顿，该下去再存个档了。老爸刚刚真的很烦，我只是想要照个灵异照片，他就突然 gank 我。专业爬楼梯，没有暴力无法解决问题。如果你无法解决问题，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脚脚痛起来，走楼梯模拟器。哎，真不行。如果有问题无法解决，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够暴力。对啊，就像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硬 A 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如果硬 A 不能解决问题，就是你硬 A 的次数不够。
或是 A 不够大力。爬这楼梯，阿该准备一头奶吃。爬完这楼梯，刘哥已经成为了阿该的大股东。是说我们刚刚打的好像是最后一次的老爸了。楼梯可以不要长这么复杂吗？终于可以不用再家暴老爸了吗？大概吧，大家终于可以不用打113了。好远哦！应该要出个电梯 DLC 啊，花个30块钱买个电梯 DLC。真是远。对啊，都不可多给一点存档点，这游戏老是这样。九颗粒子安哦，这破楼梯也太长，一定是厂商黑钱没建电梯，真的呢，应该要踢爆一下了。如果是赛巴，应该是死在楼梯上，应该是吧？还来不及暴打老爸一顿，就已经死在楼梯上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把经费都拿去挖地道了，可恶。好远啊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人永隔，也不是我就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，而是这个灯塔这么高，却完全没有任何一座电梯，而且楼梯还长得很奇怪，常破在奇怪的地方。你看，像这边就破掉啦，不知道这破什么意思的。咱们那边有一扇门，可是完全是装饰品。如果是细粒，应该是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吧。如果是细粒，应该已经在上面打死作业了。阿爸的灯塔，还好不是看塞巴的时候都跟着他传。对啊，如果是塞巴已经传到不行了，幸好零系列没有耐逆条哎。累，光是走楼梯都觉得累，因为我要举着两个双节棍。气力跑步真的是神速，所以制作组他们做到《如妖舞影》做到第五款作品，终于发现自己的角色们跑步太慢了嘛，终于发现了。重置版更新的耐力条，可恶！现在是怎样？零系列也要引入黑魂系统吗？
觉得他爬楼梯好像很开心。这个不是错觉，他爬楼梯真的很开心。他爬楼梯真的是每一个小跳跃都充满了雀跃。应该是在这附近。找我的一小步是雀跃的一大步，因为你要说我的一小步是麻雀的一大步，啊，那浮游林真的很难找。啊，这边有个鬼灯人偶，不过我们已经收集完了。幽灵会有叮咚提示吗？没有，但是会有喵提示。嗯，对，我也记得是由上往下拍。你等我一下下，我看一下确切位置到底是哪里。好像要从外侧楼梯拍，对，它一定是在很奇怪的地方。有长不要当浮游林出来单挑啊，对啊。真的是在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，怎么会是在这里？世界无敌超级难拍，乐手巫女们 ，Zuki Monilo Miko Taji，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，你们真的好难拍。而且要从外侧楼梯的镜头往上拍才拍得到哦。我们刚刚在内侧楼梯找半天都找不到点在哪里，原来是要从这里拍，太难找了吧？乐手巫女误我一生，超级难找。
到塔顶了。比树叶还难打浮游林。对啊，我外面在真的在下大雨。站在灯塔的月食的树叶，他说不要忘记我。見守るさやか，守望着我们的小叶哥。老妈，你不要守望啊，你直接过来打，你直接过来搞打钢琴嘛。对啊，帮女人要帮到底啊，不要在那边守望了。这年头不要再守望，想帮就要立马付出行动啊，老妈。然后老爸就说：“哟，我都付出行动，我都过去让女儿打。”哎呀，老爸都直接过来让女儿暴打一顿。刘哥，乐手哥，守望先锋。老妈丢下一本乐手歌，那就跑了。因为看到女儿在家暴爸爸，只敢躲在旁边。妈妈这么温柔，我们才不需要打妈妈，好不好？就只有老爸那个黄灯一直在 gank。啊，忘记一上来就直接开始了。最后的魔王就在最里面。作业再见哦，各位。本游戏《零月十假面》真正的大魔王，我们终于要来面对了，好紧张哦！天啊，真正的大魔王终于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边好像有个东西，终于要打钢琴了。巨兽封印了吗？巨兽在我旁边安稳的睡觉，放心放心。嗯，巨兽今天倒是蛮乖巧的。嗯，那个道具到底是什么？钢琴 BOSS， 没错。奇怪，怎么找不到那个东西？这是不是三下之久了？要开始算时间了吗？要算我们今天要被钢琴霸凌多久了吗？好紧张哦。
不想面对钢琴。好紧张哦，要弹钢琴了，用双节棍弹钢琴。我先喝个水。神剧猫，神剧猫，不要踢我键盘。真不想面对。刘哥，弹乐手歌吧。我椅子要往后推一点，因为椅子往后推一点，它的感应器才感应得到。我要往后推一点哦，所以我的声音可能会听起来变得比较远。台词怎么不顿反呢？我要钢琴反了啊！刚才钢琴反了。Can you see the？ 在妈妈房间里面的那个乐手乐谱，乐手歌，如果月亮有了灾难，就用乐手歌来镇压月亮跟魂魄吧。也不是说镇压，应该说来安抚他们，安魂。这么一来，灵魂就会回到灵域。灵域，你是说 shower 吗？好紧张哦！天哪，要开始弹钢琴了！天哪，老妈，你来弹啊！讲那么多，你也不来帮女儿弹，就只会出一张嘴。King 就是请问最后那个音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？我怎么听不太出来？你们觉得最后那个音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？一个吗？OK， 这也太难了吧，16个音哎。可以回家了。我是觉得100分该刷起来了，各位纷纷们，100分刷起来哦！太神了！啊，好紧张哦！我也没有想到我居然可以一次过来，我本来已经打算长期抗战了。太感人了！就跟你们说。同样的招式是无法对圣斗士使用第二次的，没有错。好，那就等着看结局喽。啊，この曲どこかで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。我曾经听过这首曲子。今天是不是有偷练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偷练，这不能偷练，好不好？
今天被你们赚，所以被你们赚到。资本主义圣斗士果然不一样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我们看结局喽。
耶，破关了。